我跟你说，智力比体力更重要，聪明的大脑才能解决问题。月儿，我跟你说，体力更重要。才不是，只有优秀的体力，我们才能完成各种挑战哦。哼，要不让小叶来评评理啊？问问看。嗯，月儿、马叔，你们不要吵了。要我说，体力和智力一样重要。没有，不一样重要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就用今天的任务来比拼一下，到底是智力重要还是体力重要吧。今天任务是什么？今天什么任务呀？你们来到的是广州飞跃丛林探险乐园，你们要在这里接受飞跃丛林挑战。每条线路上都散落着不同数量的凡尼能量币碎片，完成智力考验就能获得该碎片，集齐8块碎片就能获得凡尼能量币。听起来很好玩哦。那我们赶紧去比比看咯。走。哼，智力更重要。你说明明就是体力更重要吧？才没有，对不对？今天的挑战我不会帮你的。凡尼看世界，带你去冒险。好累哦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站！说话给你们。选择线路游戏。只移动三根筷子组成四个等边三角形，其中三个大小一致，获胜者可以获得线路选择权。没问题，让你看看智力的厉害，让你借借我的实力。来，先试试。等边三角形一样大的。我来试试看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完成了。我最主要搭了一座梦想的房子。梦想的房子，大哥走个心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别掉，别掉，别掉。OK。好头绪啊！我觉得可以搭个三角锥，你看，放上去。如果这样，哦，怎么固定呢？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子。放不住，我觉得肯定就是移动下面的三根，但是我觉得需要好好的动一下脑筋。怎么样，能搭出来吗？我现在有点灵感了，一下好像出来了。哦 ，Yes， 1、2、3、4，四个全是等边三角形，然后这三个一样大，这个是小的。哇塞，是 OK 的吗？耶，我太厉害了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哦，教练，恭喜月儿获胜，有奖励吧？红色线路四块碎片，橙色线路六块碎片，月儿你要选哪条线路？当然选橙色啊！红色线路比较简单，橙色线路比较难。所以红色的是比较简单的是吗 ？Yes， 你看那是拼房子快乐。怎么这样？教练。黄牌运动员马术申请先出战。好。哎，马术，你怎么自己偷偷换了身衣服呀？因为我是体力型选手，所以这样显得会更专业一点。智慧型也是不会输的。哎，教练。哦。哇塞！那么我先挑战红线。加油！走。好了，现在马上就要挑战红线了，我要让月儿心服口服。Go。好。哦，这里还是要迈谨慎一点。Go go go！ OK， 轻松通过。哎，这里有一块碎片。Yes， 一块了。在野外，什么星座可以指明方向？一，大熊星座。B， 小熊星座。B， 小熊星座。马叔，你第一题就错了，你太弱了吧！跟你说，智力很重要的。OK， 哇，又是一张网。来，那你们看看蜘蛛侠爬行。马叔，你慢点儿，别嘚瑟了。哦，这个也是，差点想说这个是简单的，但原来它这么晃。
OK， 又有一块碎片 ，Yes。野外出行要穿新的运动鞋。A 对 ，B 错。B 错误。耶、yeah, ，获得一枚了。Yes, 继续，进入到一个全网的阶段了。这里面会超安全的，只是有点吃力。你们来玩，这里还是挺好玩的。好，我要加速喽。Ready go！ 这一个应该难度有四颗星了。这好软，这很难，是气垫。哇，我这边都这么难，月儿那边肯定通过不了。这里又有碎片，来 ，Yes。上坡时应该 A 大幅度行走 ，B 小幅度行走。B 小幅度行走。哦，这个怎么走啊？哦，这里不能大意。马叔，别着急，注意安全。好的，月儿。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，用它的横面来走，这样才会比较安全。很危险。好。喂，耶，耶。哎呀，哇哇哇，好惊险！哎呀，哦，朋友们，这个是真的吓人，这个是真的难。我要挑战这个了，这还得蹲下来，手长的好处。哦，马上就到对岸了，耶！这里又一颗碎片，嘿。下坡时，为了省力，可以 A 学蛇而行走 ，B 学螃蟹横着走。哦，为了省力，学蛇走。好，我选 A 学蛇走。对，不对吗？ B 为什么？螃蟹横着走啊。这不更奇怪吗？好吧，所以我选错了吗？是的。啊，得不到那个碎片了，气死我了。马术，你虽然通过了红线，但是你只回答对了两道题，获得了两枚碎片。我只获得两枚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错过八枚是吗？对。那我那条线要六个全对。月儿，靠你了。包在我身上，谁让我是智力小担当呢？那你考体力哦。历经千辛万苦，我现在终于到达了呈现的起点了。虽然现在挺累的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智力可以帮到我。快走。哟吼 ，Go！ 嗨，嗨，这个是真的好累人哦，手脚并用。嗨，哇，第一关快闯过去了。OK， 哦，碎片。被蜜蜂、马蜂蛰上，应该给挤压伤口，给挑出蜂刺。B 挑出锋刺，耶、yeah, ！太好了，赶紧走下一关，我要开始爬木桶了。哇，膝盖很痛哎！哎，啊，我的头，不行了，找到战术，蹲一点，匍匐前进。我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，啊！好累啊！哇，这个真的很难啊！我不敢。这个太考验臂力跟核心力量了。嗨，报警了！对，跟抛大树一样。对，没错。啊，这个我的身体也不听我的使唤啊啊啊！哎，很棒很棒！啊，我在晃！啊啊，怎么办？可以的，撤，对，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就这样。不行了，我过不去了。加油 ！OK， 我可以的。耶、yeah ！就到最后一步了。我现在已经浑身都湿透了，耶！突破自我，啊！
样碎片？在我国境内，父母苔藓如何辨别方向？A. 茂密的一边是南方。B. 肌肤的一边是南方。A. 因为南边有阳光。耶、yeah! ！嗨，下一关。哇，这个好晃呀！啊、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真的觉得我不行哎。注意安全，安全第一。啊、哦，不行，我真的没有力气了。啊！啊！加油加油，迈出第一步。有点高哎。哎呀，真的好可怕。嗨。啊！可以可以。好晃啊！啊啊！妈妈！啊！不行不行！妈妈妈，救命啊！啊！安全！怎么办？啊！不行了！啊！怎么办？啊！这个很悬。OK 吗？不太 OK， 我现在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哎！啊！啊！哇！哇！哎呀！怎么办？